那间课堂，他坐在他的左前方，黑板上的 N 次方，答案在他右手上。他们就像平和旁，一只脚一只翅膀，不会分开的模样，各有各的方向，抵抗引力的磁场。看过多少璀璨星光，都不及他笑容漂亮。照毕业照的那天，他站在他的左边，他们就像平和旁，一瞥一点并肩闯荡。复制过他的模样，但他却找不到粘贴的地方。写给他的情书变成了纸飞机，变成了永远的秘密。那种叫做回忆的东西，是他人新郎新娘。